锵锵三人行，我说这个杨早还有广美，咱们今天呢这个就聊聊家常，对吧？因为呢我就觉得这是怎么说呢，就是嗨，我通过我最近经历的一个事情啊，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可以同时存在多种价值观。怎么讲呢？就我刚刚从石家庄赶过来，这是我的这个，我也不怕跟大家讲，我的这个老母亲呢、重病入院，是吧？现在还没有这个醒过来，还没有醒过来。那么我就自己呢，你这会儿就通过这个事儿啊，我就觉得就是说什么价值观呢，就是我承认呢、我就是个凡夫俗子啊，就是说境界很低啊、就是说我就发现呢，一出了这个事情啊，什么地球啊，联合国呀、什么环保啊，或者说是什么啊，就说是日本大地震，你死了20000人，死了30000人，在我心里啊，比不上我一个老母亲的生命健康。对，我就真的就是会有这么一个感觉。所以呢，我就觉得，哎，现在这个有些人他爱聊，就爱说公民呐、爱说公民，但是我说这个同志们有分工、我呢，我觉得我就专聊相反的一个方向，我就聊这个私人。我就发现呢，就是我首先不是公民，我是首先我是一个私人，其次我才是私人，到死也是个私人呢。我不知道你们这个现在看不看现在的那种网络小说？我最近因为别人推荐，小孩就是我小朋友推荐，所以我就看了一些，我发现他们的观念开始变化了。就比如说同样是带有一点那个侠义的性质的小说哈，但以前的侠我们都记得是什么，就因为笔下那种就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就是我是要代表全民甚至全人类去反抗不公，反抗这个社会的黑暗，或者是反抗侵略这样的。现在不太一样，现在基本上我看到的这种所谓的这个侠者吧，他的观念就是你不公黑暗我知道，但是呢我可以容忍，但是你这个不公不要伤害到我的亲人，不要伤害到我的朋友，如果你伤害到我，一定给你干到底。我就现在觉得，就是你平常想的那些个事儿啊，就是平常你甚至顾不上跟老爹老妈这个有什么沟通啊，对吧？但是你真一出这个事儿，你包括这个伟大光荣正确的这个凤凰这个节目，其实也不算什么。当然话是这么说，但是你还得回来做节目，你跟人家签了合约的那个活动，你也不能不去。我就特别敬佩你，你刚才讲说你不是公民，你是私人，但是我觉得不是，你就是一凤凰员工。你母亲还在昏迷，然后你竟然还又赶回来，我都……哎呀，你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不是？咱们公司也挺干嘛的，就是说这个就是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但是你说这个，而且啊，这次我觉得啊是什么呢？撞上好医院了，也不能说撞上好医院了，就是啊，这个医院也不错，这个，而且我这次有个感觉啊，就是这个医生跟这个病人呢，包括病人家属的谈话，特别重要。对，而且这个医生的面相啊，也重要。是，因为有个女医生哈、你跟她说话，虽然呢她在说哈，可是你觉得她的，我觉得她的眼睛里啊，有一种就说是怎么说呢，亲热的这么一个，我就觉得这个给这个病人家属这个心理啊，就是一个特别大的。虽然他嘴里说的这个病情可能是挺严重，但是那种就说这个和蔼。当然我就想，这人到了这个时候还讲什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你说能治好这病啊，我给你跪一下都可以，多少钱都没有问题。而且我也想，人家就作为这个医生，对吧？其实病人都是啊，就是有病求着人家的时候，你当然是这样了。对，那病好了，你走了，你也没人去想着人家，对不对？这个就是现在中国，所以我是说，这个有你发现你的思维好有意思吧？你碰到一个好医生，你会觉得说我运气好，你不会认为他是一个理所应当的事情。对，你会认为说运气好。这其实说明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对这个社会的认知是什么样子。大家都知道，就有行业人士说，现在中国是医患关系最严酷的国家，在全世界来说都是医患关系最严酷的国家。就是一方面是这个医院的冷漠，包括什么孕妇搁在手术台上就走了呀，然后导致死亡啊，3小时没人理他这种事情出现。另一方面呢，就是什么医生要戴钢盔上班，护士要戴着钢盔以防这个医患来闹事啊什么的，就是医闹这个词
已经现在是成为一个普遍的一个用词了。我现在有个什么感觉呢，就是咱也是这个做媒体的是吧，我现在有个体会，就是说对于不良的这个医生医院，你咱们批判咱们揭发，这都是应有之义，对吧？可是就是这个还有一方面，是不是也说说好的，就是你怎么样能有帮助。你比如说那天我就看见一个新闻，哎呀我就觉得真感动，山东有一个医生就说是给这个病人啊收红包，病人家属呢可能给他几万块钱红包他就收了，收了之后呢就动手术，手术完了手术成功以后啊，他又找到病人家属就把这个红包啊退给你们，他说为什么呢，这医生就讲了，你说我就觉得什么叫一万个温柔啊，这个体贴，这个人与人之间，就是说我呀如果不收你这个红包，你这个家属心里不安，所以呢我是不收的，但是我先拿下来做完手术我给你们告你不收。我说这种医生也有啊，你说是不是啊？那这最近有两个新闻可以，就是有两个事儿可以聊一聊，就是一个是，有某个地方哈，我不说哪个地方，他公布了一个，他在公布一个叫做医生红黑榜，就好坏榜，就让患者上去填，打分，然后呢把当地的各医院的医生都公布出来，就是对他们打分，最后公布出来，但是马上就有人质疑说这个榜是有问题的。为什么有问题呢？因为现在有这种情况，就是，你比如说。我是个患者，我来看病，他有的医生他实际上他是喜欢用那种大量的虎狼之药，比如说抗生素乱用，然后那个一个感冒给你开四五种药，你可能好得很快，你可能觉得他是有效的，问题是他这个后患你是看不出来的。有的医生他比较保守用药，问题是医生那个患者会觉得说你这样怎么回事，所以说这种打分他认为在目前中国这个医患关系这种互相猜疑的状况下，他这个起不到好的作用，这个好坏榜的问题起不到好的作用。那还有个事儿是什么事儿呢？这个广伟可能不知道，我那可能知道，就以前这个文革时候有个电影叫《春苗》啊，是，你应该肯定知道吧？是那个电影呢，就是说当时是当然是这个是排头排的一个，大家就是政府要推的，张春桥亲自批示拍的一个片子。那么后来呢，被认为是一个毒草，就是认为是这个四人帮要搅乱文化市场和这个反攻倒算的一个毒草。那么现在又开始出现争议了，就到底这个片子是一个有人说它是红色经典，有人说它还是这种文革的一个有罪的电影。实际上它的内容讲什么呢？它实际上就是歌颂赤脚医生，它的里面把这个教授啊，把这种大夫啊，就是这种资深的大夫骂得很惨，而认为最后解决贫下中农的这个医疗问题还得靠赤脚医生。这个为什么它现在又重新被热炒？就是因为大家现在也不太相信这个。也不太相信这个大医院呐、大医生那个，觉得你跟我隔得很远，你跟我显得非常冷漠。那么我宁愿相信说我隔壁的这位赤脚医生，可能他医术不高，但是呢，他至少肯定对我没有坏心，因为我们是熟人嘛，我们在一个熟人社会里面嘛，你肯定不会害我。但宁愿相信这样的人，这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是，但是当年赤脚医生不能说完全没有贡献，但是你知道广美当年我们这个赤脚医生的时候弄过叫针刺麻醉嘛，针刺麻醉，我哥呀。拔过那个对，割扁桃腺呢，割过那个扁桃腺呢，就是说往你手指头上扎这个针刺，然后这个医生拿这个小圈钳子把你那个扁桃腺夹出来，拿剪子咔嚓就剪，咔嚓，我哥那个老躲呀，那个疼啊，你知道吗？他我哥前面是一个军人，革命军人，非常坚强，这个黄豆大的这个汗呐、就下来啊，这当时就说是我们的这种麻醉啊，你知道吗？这就像以前说这个郎中拔牙，你给我图便宜嘛，他不就给你拿个大钳子咔啦咔啦的往外拔，是一样的。虽然赤脚医生就跟江湖郎中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对。但是为什么就是很奇怪，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他不愿意相信这个体制类的这个医疗，他宁愿去觉得说这种赤脚医生啊什么他反而更好。但是。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但是我就觉得啊，就说这个只有相信。是。你真的你知道吧，这个医生跟你讲话呀，我现在发现医生这个讲话艺术啊都非常的高，而且因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现在医患关系紧张了，人家跟你讲的话呀都非常谨慎，这个可能性是多少，你是保守治疗还是积极治疗，动手术呢这个可能性多少，但是这个主意要你们家属自己拿，那你自己怎么拿呀？实际上你还是想听出他的倾向性，可人家怎么跟你说这个，他不敢说的太绝对了，说这个倾向性呢，你像我到最后我听一个医生在那讲，我就讲，我说哦这概率，那医生哎对了，跟你们这个有文化的人谈就是不一样，这他说有些人不懂，就是我们跟病人家属怎么解释，就是说这么弄也有这么弄的风险几率，那么弄也有那么弄的这个
风险几率。但是你在那个时候啊，你真的就是，我就到就是我就觉得只有相信医生。我也这么觉得，我又回想到我父亲在生病，就是癌症的那段时间，就是要面临一个很重大的决定的时候，像我母亲呢，我母亲对于医生，她就是属于那种各种的怀疑，各种的不信任，所以呢，她弄得她自己其实很难受。但因为那时候我父亲因为癌症的关系，开了一个很大的刀，十几个小时的刀，开完之后三天并发症，吐血。大量吐血，医生就告诉我中午十二点告诉我说，今天晚上十二点之前，如果你父亲继续这样吐血，血压会降到零，必死无疑。我下午三个刀我推掉，我帮你做这个刀，但是你现在要签，概率有多少？一半一半。也就是说我可能要面临的是今天下午我就会失去我的父亲，我有一半的机会会失去我的父亲，所以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你只能选择信任，你还能做什么？但是就像你讲的，有的时候我觉得病人跟医生之间的医生的愿意跟你沟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的眼神，他的一句话其实是会对于病人家属起到很安定，很大的安定安心的作用。但是很冷漠的医生我们也是见过的，所以而且你知道他有些时候有些特别具体的细节你都想不到，你比如说这个中国人啊，谁都有点关系，就家里遇点什么事认识这医生，我也不会演，我也沾凤凰的这个光，我也沾凤凰的这个光，这个给咱们刘海若治病的那个林峰大夫我也认识，所以呢，哎，人家林峰大夫就也很热心，就是派他手下医生啊，就说到医院去看一看，提供参考意见。但你不知道吗，就这么一个事情你知道吧，我们家的亲戚碰见过一个医院，就包括我这次我妈碰见这个石家庄人民医院，我就发现这是两种风格。你看那个呢，你有没有想到你家属你从外边请来一个医生，你到这个医院，我们家亲戚碰见那个就是那个主治大夫就狭隘啊，这收了你的礼啊，整天请着吃饭，洗着桑拿，一听说你要找一大夫，哎，那我在哪儿啊，我是主治大夫，你找来，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知道吗？但是你看人家这回人家人民医院的，我就发现，哎呦，我就觉得很钦佩啊，人家就说，哎，那好啊，那是一个我们交流学习的好机会啊，哎，我们一定好好接待，是吧，哎，我觉得你说这个东西你让家属是什么感觉，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反正这个广美啊，经历过这个事儿，一听就眼睛就发酸啊。我觉得医生真的是一个很难为的职业，真的比起各种职业，我前两天在看一个类似纪录片，讲一个台湾的心脏外科医生，他说我每天都在跟死神搏斗，因为开心的手术基本上都是为了救命的，那个手术台上的那个胜算。没有，他根本连没有概率可言了，不是死就是活，所以他工作时间非常长，早上六点半他就得报到开会，然后动刀，然后下午要巡病房，巡完病房之后下了班六点多他还得再继续接着开会，回到家已经晚上九点多了，他说我太热爱我的工作了，因为对我来讲我只要多拯救一个生命，对他来讲就是一个怎么样光荣榜，所以我就觉得医生如果没有对于自己的工作有这么大的一个热忱，这么大的一个信念跟热爱的话，这是非人生活，早上六点半就要到公司报到，那是然后随时随地他可能下午一个午休三十分钟的时间，护士一说哎哪个病床的什么什么人有紧急状况了，他就得蹦第一分钟就得起来跟时间赛跑，
现在所有医患关系啊，真的是两边受委屈。你像文涛，你这种情况，在你现在心目中，那个主治医生，那就是你心目中的神呐、啊，那就是天使啊，对吧？对，你的一切，你看你这个事情已经压倒你所有的工作啊、娱乐这些事情，那么所有的你的生活的重心其实是放他身上的，他能够就是说做到什么程度，决定了你的生活的质量，还有很多，包括你们这周边亲友的这种各种各样生活质量。所以这个确实你要理解，就是说这个患者在面对这种你刚才说冷漠啊，或者自私啊，或者这种医得不好的医生的时候，那种痛苦和那种伤心是什么样子的。但是我反过来说，这个你刚才说到那个中国很多医生跟他国外很多同行不一样，他是有句话，就以前说鲁迅哈、是横战的士兵。他为什么要横战？因为他一方面要面对敌人的炮火，另一方面要面对自己人的炮火。这个中国的医生有的时候也是这样，你要跟死神做搏斗，你还要跟病人家属做这个不断的在猜疑啊和这种较量博弈当中，没错，去完成这个事业。所以说现在真的是，我觉得两边，我温家宝总理不是说要有尊严的生活吗？我觉得现在患者跟医生很多都过着没有尊严的生活。因为他这个医患关系啊是个非常特殊的关系，就是说啊，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啊非常要命。因为什么？如果你把他吓着了，那么你想，他可以做到跟我没。如果一个医生事事想到，就说这事儿完了之后，你是不是告我？那你他可以做的滴水不漏。可是呢，对你的这个家属的病情，到底是不是好呢？对吧？你像有的时候跟你掏心点的医生，因为家属没法做选择。对，哎，家属掏心点的医生就是说，哎，你不用听我的，但是我跟你说哈，就是我的直觉，我觉得应该这样。对，但是呢，你可就是我那意思，你要说好，当时你这么说的，那你说他能负这责任吗？这也是有这个就很难办。听说最近北京市有一个措施，就是以后你去北京市的医院那个门诊啊什么的，你不能点名了，就是那上面不会再显示医生的名字了，你只能根据说啊，我们今天有两个主治医师，有两个副主任医师，你就里面选一个，没有名字了。哎呦，对，不让你看，怪不得。这次我还觉得我想谢谢人家那个医生呢哈，我说你们有没有名片，能不能给我俩名片，他说哎呀我没有名片。不，这是所以这他现在医生我就觉得特别谨慎，对，特别谨慎。而且你刚才讲的这个也是，就说你从这个这家里啊，我就觉得真的是有一个人倒下了，一切的生活都乱，全部都改变。你比如说，你就说我这些天就是好家伙，就是你比如说啊，像我爸爸现在就体会到了，就说三个，说现在独生子女可怜呐，说三个儿子现在就看出来了。那这我弟弟在医院24小时，因为你随时需要叫你。那但是呢，家里的老人这个你也得照顾啊，你也得有这个人看着他呀、啊，你跟他在一起啊。然后你要面临着很复杂的这个，比如说病情的瞬息万变，你一个完全的医盲，你要听种种的意见，然后呢，你要做这个选择。我就说啊，这个我这几天就是你知道这六神无主到什么一个就是程度嘛？你说我带回家一条内裤，我找了两天没找着，今天早上找着了，你知道在哪儿呢？穿着呢。没错，穿着呢。我就这怎么着呢？就我洗了澡啊，我把那个旧的内裤穿在里边，把那个新的内裤就穿在外边，就脑子完全在想着别的事情，你知道吗？所以你说这个充分的表现出你心里的不安全感。即使两层内裤保暖。对，咱们接着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与其看那些呢会让你误解真实，以为自己读到是真正历史的什么戏说历史这类书，何不干脆看点历史小说呢？我常常鼓励别人要认识一个陌生的你不熟悉的地方历史，看看有关那个地方历史小说吧。为什么呢？因为透过这些历史小说，你起码首先拿到一个熟悉感跟一种情感上的吸引力，是不是？陕西法门寺开卷8分钟，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科技是品质的源泉，责任是品质的保证，品质改变世界，三一重工。杨早对这个伺候过病人吗？
不能算太那个什么的，就是说太托人的那种，也算伺候过，但是我知道那个，嗯，有的会更糟糕，就是肯定很多人会比我更糟糕。你像你知道，就是这个医院里头半夜里这种就是在外边看着的，这往往就是家属弄一个床啊，嗯，弄一个这个钢丝床，加床，对啊，而且很多你都没法想象，你比如说他这个里头可能病人有很多吧，你这个他这个整晚上啊。有些看病人的人也有些不见得是直系亲属吧，嗯，可能是朋友啊什么的，你在听着在打扑克，你知道吧，打扑克划拳还有这种，所以这个就是病不太重的吧，啊，也有可能他人家不是直系的亲属，或者就是比如是有的是单位同事啊，或者那个朋友的托人过来照料那种情况也有，嗯，所以这医院应该多采访采访，他这很多情况不是你能想得到的。因为确实是因为你我们一般人哈，我们去医院就是那么几次特殊情况，待的比较时间比较久。但是医生呢，他是因为我表姐就是医生，他跟我说过，他说你要是去，你从这个早上8点开始一直干到晚上，有的时候是8点或者10点，12到14个小时的工作，你那个心里那个疲惫啊、烦躁啊什么的，那是非常难受的。前一段有一个新闻，就是汕头有一位护士。他自己发微博就说这个意思就是说某某床的病人能不能够晚点死啊，你说等我这个下了班再死啊，你别死在我的班上啊，就说这个因为明天我要春游呢，就是是吧，当时当然这个出来以后当然被人骂得要死，好像被开除了，对，被开除了，但是他这个我觉得他是一个一方面我相信他是心生，他确实是这个不愿意那个人死在他的班上，但是这同时也反映出什么呢，就是说还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他把实际上把这个病人物化了，他把他只是当成他一个医疗对象，他医疗是特别医疗和教育都特别特别特别特殊的行业，就在于他面对的是人而不是面对的一个物，那你说我是一个加班工人是吧，我希望这个不要出次品，或者不要出什么事儿，不要加班，或者你一个白领，你说我今天这单活干完算了，我就好回家干什么干什么，这可以，这没问题。但你当你面对这个人的时候，如果你还有这样的心情的话，这个很麻烦，说出来很难让人接受。在处理的时候也会让人很难接受。是，但是你说这种事儿哈，你说他也是人啊，也是一天8小时，他面对的这个病人跟他也非亲非故，对，而且都是重复性的。你说真能要求他见到谁都跟菩萨一样吗？我之前看了一部美国的电影，美国的大片，他讲的就是一群医学院的学生，就是教授在教他们的时候呢，就是要所谓的这个叫做心理隔离，你不可以跟你的病人产生不是男女之间的感情，而是你真的是要物化你的病人，你如果不物化病人的话，你日子过不下去，你日子过不下去了，是是是，因为你每天见到人他可能明天就不见了，那忧郁症了，是没错，所以你的意思是就是医疗人员其实是蛮虚伪的是吧，就是不是虚伪，我觉得这是一个工作的必要，就是听起来是很残忍很残酷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他把所有的病人都当亲人的话，那肯定是受不了的，但是他这种感受不能说出来，是因为说出来病人也受不了，没错，说你就是我手里的一件行货，你这么说我觉得也很麻烦吧，所以就说我觉得咱们就好像就哪有点蛮拧，比如说是不是医生护士可以挣多点钱，但是呢咱们要专业化，要敬业，对吧，这个你包括你像香港这看病挺贵，但他有医疗保险，而但是呢他这个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我就喜欢去香港医院，就那样，我想做一个中国人，还是